一生中想祈愿平安，慈济志工在台北荣兴花园举办防疫祈福会，很多的会众都来敲平安钟，共同来祈福，那大家启发一面的善心，那也对慈济有很好的观感，觉得说哦，原来啊，哈，这样的祈福，它可以求平安，可以求家人平安，全球平安。在今年度一个疫情的开始，我相信大家的人心都非常的浮动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发挥我们慈济人安定的力量，所以就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拿一个平安回去，人数才会健康好。面临疫情威胁，志工极力推速，邀请民众为自己积福。动物比较跟我们一样是平等嘛，他就不要不要一直杀生那一次。我现在是初一十五会吃素啦，大部分现在是只有这样子。会呢，有机会的话再多几天。祝福你平安长大。树荫下的祈福会，简约不失庄严，邻里相互关怀，共聚善念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报道。